好的，各位，我们今天令人心惊胆战的战环节已经全部的结束了，排名暂时垫底的两位明星学员。非常遗憾。那么，我们也把掌声送给周迷和红尘。过去的几期节目当中，给我们这个节目的现场所带来的每一次的震撼、投入和努力，再次感谢二位，谢谢。我没有把这个晋级和淘汰想得那么重要，我是把这个降普台想得很重要。我觉得人生其实做很多事情，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都像是一个像我们这个降普台一样。我觉得结果当然也很重要，但比起那个结果来说，这个决心是更重要的。我最后的这个降榜表现的我自己觉得还挺好的，以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方式离开这个舞台，我觉得我自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，我觉得我战胜了我自己，真的。那各位，到现在为止我们最终的代表中国冰雪梦之队的四强人物也已经产生，每人给我们来一句挑战宣言，送给海外的即将面对的对手。OK， 好，全部 OK。来，对手看我，你们听我说话吗？我用东北话告诉你们，爱咋咋地，来吧。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！我们有信心战胜韩国队，然后为中国争光。漂亮。You better watch out。就用心来了，哇哦，来吧，对我们来说都不是事儿。电视机前的所有的即将成为我们对手的那些海外军团，你们听到了吗？我们中国冰雪梦之队已经成军完毕，我们来了，耶、yeah! ！好的，各位，欢迎继续在后面的节目当中期待冰雪奇迹，期待中国冰雪梦之队的上佳表现。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，我们下周时间再见。